以呢，在他是你的福气哦。非常有心，就是每次都接你去复健嘛，对不对？好吧，有没有感动？那你还是嫁给他吧，他应该会是个好男人吧。Wade is a great guy. He makes me happy, and I think you should marry him. Hi, 姚啦，跟你相处的这些日子里，其实不是我，其实是韦恩呐、啊。那对韦恩这个人呢，我跟他也不是很熟了，要不要讲他随便你啊、哦，拜拜。我强烈跟你推荐韦恩，他不错，我真的觉得不错。虽然长得有点像外劳，是人很善良，做事也很认真，然后也很有幽默感，家里也蛮有钱的，好好考虑，恭喜。很开心你能找到那么爱你的男朋友，从以前到现在认识你那么久，我也希望你能赶快找到属于你的另一半。那如果你确定韦恩是你的另一半的话，那你就嫁给他吧。如果他能给你幸福的话呢，你就嫁给他吧，要幸福哦。感情还不错，而且觉得这一个对象真的是还蛮适合你的，对你也很好。然后，所以反正如果反正有喜欢就赶快把握吧。替你高兴，就是你找到一个可以托付一生的对象，所以说我们在这边也是由衷的祝福你，希望你可以嫁给他。想要吗？嫁给九条。嫁给青吉吧，嫁给他，嫁给他，嫁给他。阿珍，很开心你跟我一样，都迈入人生另外一个阶段咯，希望你可以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妻，美丽的辣妈，然后一起幸福吧。一真，最近看到你很幸福的样子，很为你开心。如果他是那个让你开心的人，希望你们可以携手走向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，要幸福哦。请你嫁给叔叔。很确定，做对的事情，秋千上有种幸福叫做年轻。彼此的约定，做对的事情，然后再用气质来证亲爱的珍珍，我知道我不是一个浪漫的人，我真的很想很想跟你永远在一起，照顾你，陪你一辈子，希望你能嫁给我，珍珍，我爱你。